我今天咧会同大家讲下第59页啦 ，On Wings of Song 啦。咁作曲嘅咧就系孟德尔颂啊 ，Mendelssohn。咁啊，嗰个嘅速度咧就 Andante 啦，行板啦 ，Tranquillo 咧其实就代表好宁静嘅意思啦。咁成首歌咧都系演奏起上嚟嘅时候就好 peaceful 嘅。咁拍子系6/8，呢个咧系个复合拍子啦。咁啊，即系代表一小节里边咧就有6个嘅八分音符啊。咁初初嘅时候咧，我哋都系可以数住1、2、3、4、5、6咁样去练习嘅。咁但系如果熟习咗之后咧，其实我哋系会听得到咧，一小节里边有2个重拍嘅啫，系1、2、3、2、2、3咁样嘅奏法。咁你就会听到咗一种好似摇曳嘅感觉噶啦。咁亦都好舒服噶啦，吓好温柔嘅感觉。好，咁我哋试试呢首歌啊，嗱都几长嘅首歌。咁频谱里边咧有地方咧就系、是、要即系更正嘅啦。第一咧就系、是、你见到啦，喺18小节呢度咧有个 tie 啦，就将呢、這个G 呢几个呢、這个音咧黐埋一齐嘅。咁跟住咧隔篱呢度咧其实呢个就唔系 G 嚟嘅，呢、這个 C 嚟嘅。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奏到呢度嘅时候咧就要吹哆啦。咁啊拍子一样嘅，都系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、2、3，你可以当9拍啦。初吹嘅时候，你都可以当3拍咁数。其实个感觉都几似咧 triplet 咧个三连音嘅即系数法嘅。咁再往落去咧就系同一个地方，即系同一个问题，就系嗰个苏咧唔记得个胎将佢黐埋嘅啫。又系1、2、3、4、5、6咁样啦。OK， 加埋7、8、9啦。好，咁啊吹一次俾大家听。咁啊，其实咧虽然首歌望落咧都几长，咁但系好多旋律咧都有少重复，同埋呢个咧亦都系个学习版啦，咁所以同原本咧系有出入嘅。咁你如果喺 YouTube 上面咧参考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咦，点解有啲音乐句系冇咗嘅咧？咁系因为比较简单啲，咁我哋喺学习上面咧就可以即系容易啲去驾驭啦。咁如果咧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都可以搵翻原谱。其实个调号咧亦都唔系 C 噶OK， 好，咁我哋试试听呢首歌一次啊。我哋会数1、2、3、2、2、3，亦都得啦，或者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嗱，留意下咧，佢呢个 pick up note 嚟嘅，咁所以我哋会系最尾嗰个嘅八分音符咧，会入呢个音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。就咗一次啦，大家系咪听落去咧都几好听啊？咁啊，当然啦，仲有好多大细声嘅符号啊，渐大渐细，同埋好多 phrasing 咧，我哋都冇特别去即系做咗出嚟嘅。咁但系大家喺度练嘅时候咧，其实可以跟住啦。最困难嘅地方咧，6拍拍子咧，就是、你要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同埋当你睇呢啲五线谱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咧，有时可能同自己数4拍4嘅时候有啲混淆嘅。举个例啊，呢一个咧，望落好似拍半啊，我哋。如果是4拍4的拍子，咁其實又唔係喎，我哋會當咗咧係一個即係3拍咁嘅數，係1、2、3咁樣。咁呢個係喺拍子上面一啲嘅唔同嘅組合咧，有時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嘅。咁但係唔使驚㗎嚇，咁慢慢數。咁記住咧係以八分音符做一個單位，一小節有6個八分音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下邊咧第二段嘅喎，係啦，再由咧22小節呢度咧，又係 pick up note 喎，又係咧第6個。八分音符入嘅，咁咧直到后面呢一个44小节咧，又一个段落，你发现其实同上面系好相似啊，好似一个重复一样嘅啫。好，咁我哋试试由呢度开始啦。OK， 22小节，我哋都系数1、2、3、4、5咁就入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。
咧，四十三、四十四呢個度咧就啱啦。其實咧，同上面一樣嘅，上面一路即係嗰個音咧就打錯咗。咁所以咧，你照跟翻一樣就可以啦。係咪聽落一模一樣啊 ？OK， 咁去到最尾啦，咁啊有少少變奏嘅，啊個旋律有少少變動啦，咁然後就結尾。咁啊再講多次咧，呢個唔係原本嗰份譜嘅，即係所有嘅音符嚟嘅，咁所以咧係少出入。咁呢個簡單啲咧就讓大家容易都學。咁啊臨到尾嘅時候咧。這個段落咧都係第六個嘅八分音符入，都係 pick up 讀。咁我哋又係數一二三四五咁樣啦。OK， 預備咯，一二三四五。只係咁樣，大家練習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分一段段練啦，或者咧，甚至乎逐句逐句練嘅。嗱，咩叫逐句逐句呢？我哋試下翻翻一開始咧，示範俾大家睇下。咁你可以咧都咁樣嚟練習啦。嗱，尤其是咧喺個休止符嘅地方咧，就好似一啲嘅標點符號咁啦。咁我停頓嘅時候咧，俾你轉換呼吸啦。咁嗰啲地方咧，其實多數我哋都可以停喺度練熟咗先，然後先落下一句嘅。我哋試下逐組嚟咯。咁但其實咧，中間咧亦都有啲位可以俾大家去，即係作為一個休息或者一個phrasing 上面嘅處理嘅。咁大家亦都可以感受一下，或者聽下出邊唔同嘅演奏，睇下可唔可以都感受到音樂上面咧有啲唔同嘅處理或者演繹啦。好，我哋試試啊，第一句呢度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。大家聽唔聽到咧？我呢度已經有少停頓位噶啦，係嘛？即係一個 phrase 咧，喺到呢度咧就已經停一停，再落喺下邊另一句。咁當然呢度咧就更加要停啦，一定要有個休止符喺度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呢組咯喎，好，咁我數一二三四五六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呢度咧其實有少少停頓㗎，唔知大家聽唔聽到嚇？咁跟住咧去到休止符咧又完咗啦，好啦，跟住又去到呢一句開始啦。我哋今次數五拍就入啦，一二三四五。好，呢句咧就三句，我邊度去停頓咧？你覺得邊度可以咧有少少嘅收息咧？好啦，到咗。下面呢、這個都係數五拍，一二三四。嗱，有音之符就停咗落嚟啦，然後翻翻轉頭練，唔得嘅時候練熟佢，去到最尾呢度啦，準備一二三四五。出得唔好喎，我再試多次啊！呢度啲音咧出歪咗，學翻呢句嚇，一二三四五。OK， 聽到嗎？大概咧，我哋就咁樣去處理咗呢度嘅情況啦。好，咁啊，跟住以後啲咧就大家可以繼續練咯。咁我哋下次咧會再吹另外一首歌嘅。